哦，没有，对对对，那个，哦对，是一个，这个《天边来》这首歌曲确实是没有想到。我在05年的时候演了这部音乐剧《金沙》，其实里边有很多好听的歌曲，像《当时》啊，然后《想念》啊，《当你走在漫漫长夜里》，我在火中想念你。 这首歌曲非常非常好听，然后大家熟知的就是《总有一天》，然后《天边外》，然后当时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听的歌曲，比如说我一开场从天上掉下来的那首歌曲也非常好听，在宇宙开始之前就是一个蛋，这首歌也非常好，就是。 没有想到隔了这么多年，已经15年了，然后这首《天边外总有一天》通过《深入人心》这个节目，让更多的人听到，让更多的人了解《金沙》这个音乐剧，所以我非常感慨，我希望能够像我在最后一期节目当中说的，我直到终老的那一天，我希望还能够站在音乐剧的舞台上。 谢谢大家，也谢谢你们。